给我。对不起。你做什么？牙膏能帮烫伤。牙膏不能治疗烫伤。你又不是医生，牙膏可以治。沈医生好。你还真是医生。好巧，你也在这小区啊。本市报道，最近发生一起重大杀人案件，初步判断嫌疑人身份应是一名医生，发现举报者悬赏500万元。让一下。哦，好的。垃圾袋里装的不会就是？啊！你没事吧？哎！实在对不起，我别动，我自己来。好痛！我去拿药。重大杀人案件，初步判断嫌疑人身份应是一名医生。真是什么？没什么，我还要事先走了。还没上药呢。啊！我没看见。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？这些是我做蛋糕时不小心弄脏的，还有刚刚扔掉的是失败品。尝尝。看来是误会了，谢谢。